给后面的脚 ，Mighty T， 放起。欢迎来到小白公主道，我是 Zay。 今天我们要再学再进阶一点的腿法。OK，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标准的 Mighty 顺踢。OK， 踢完了放前面先。够，我们再学一个 Hook Kick， 乌拉马瓦西。这个呢是踢人家的脸颊或者是下巴的，很容易看到人的死角啊，好像车的灯那样，就是死角。人家比较不容易察觉到你的踢法 ，OK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一个正踢 ，My Lee， 放前面，然后后面的脚呢，再来一个 Hook Kick， 收，放前面，一定要烧到完哦。假如烧不到完，那个人不会受伤，他只是感觉痒而已。先 My Lee， 后面的脚，再一个 Hook Kick，Hook Kick， 放前面。好的，现在我侧面来展示一下哈。给、okay， 后面的脚 ，Mighty T， 放前面，后面的脚再 Hook Kick， 放前面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加快一点了 ，One Two， 放前面。好的，今天就是今天的小白公主道，我是 Zay， 我们喜欢的按赞订阅，然后分享出去。OK， 今天到这边，下期见。